你知唔知道今晚发生头先有少少影响？个结果，唔知啊，应该唔关事啩。我其实有信心嘅开头，但系唔知啊，唔知点解。子豪，你个样呃唔到人噶，系咪比赛前嘅投票影响咗你啊？得到最高票数，认为佢应该成为第一个离开自己组嘅人系子豪。 子豪，即系话，如果你个组输咗要被抛嘅，你系第一个离开嘅。佢好后生啦，咁我觉得，即系其他人都好大个啦嘛。即系我唔掰佢唱嗰个套咯。阳光之外就觉得冇乜特别咯，觉得。对于呢个投票结果，其实子豪都有晒心理准备。 当初嚟面试嗰阵，个初衷都系陪个friend嚟面试啫嘛。即系你入到嚟见到咁多人，全部佢哋哇，有人系迟咗份工嚟玩呢个比赛，有人系哇佢有好多才华，佢准备好耐啊。其实我同呢一班人比咧，我系唔入流嘅，我系可能有潜质嘅。 原来子豪自入围之后，一直都觉得自己唔值得拥有呢个位置。唔知佢嘅一班队友又点睇呢？我啦 ，Oscar 阿 Kurt 啊，同埋 Wallace 都其实都算系表演者嘛。咁只系唔同另外嘅表演者。咁老实讲，咁只系子豪就真系唔系一个表演者，佢系一个运动员。咁所以佢对于表演嘅 concept 佢仲未好清楚。子豪，佢真系年轻。 经验比较少，有时讲嘢会唔激大咯。唔系，第二段都冇得五嘅，第二段。系啊，受伤分数，受伤分数。系咯，系咯。我成日都错口嘅，唔好边走佢啊。真系嬲咗佢。不过咧，对住子豪系咁样嘅。但系我觉得佢真系。 越嚟越努力嘅阿子豪，我哋真系喺度排紧嘅时候，佢自己都好用心去尝试去夹嘅，只不过佢有时会大头虾夹咗啫。子豪虽然你唔系最叻，但系都好重要噶。我最惊最尾系会因为我跟住搞连累到佢输咗咯，所以我而家呢个都系我原因，就系我逼自己要。 做好啲自己咯。Expedia.com.hk 全民做生意，今晚10:30 Feel TV。